怪兽大冒险是博蒂罗出品的卡通主题射击游戏，一群热衷于冒险探索的神枪手们在不同的世界中不断寻找未知的挑战，与不同的怪物展开激烈的战斗。设备以绿色为主体，搭配粉色，视觉冲击力更强。游戏角色为主题的场景化外观设计，搭配绚丽的灯光，更能吸引玩家眼球。粉色的枪击可自由角度射击，逼真的动感效果，既能畅快消灭怪物，又有讲究技巧性射击的环节，适合亲子同乐。四个游戏位有两种子弹类型，玩家可选择坐在使用火弹还是冰弹的位置上。投入代币开始游戏。游戏共有四个大关卡和两个小关卡，每关根据场景的变化出现不同的怪物和 BOSS， 各具特色的绚丽场景加上变幻莫测的怪物角色，按下发射键开始精彩的冒险之旅吧。玩家通过掌握枪击射击怪兽获得分数奖励，游戏难度逐步递进，通过射击颜色不断变化的宝箱和击败怪兽，可获得金币、宝石、奖杯、皇冠和火力更大的子弹。宝箱开出红色药瓶，玩家将获得火弹，开出蓝色的药瓶将获得冰弹，开出绿色的药瓶可获得毒弹。不同类型的子弹将对怪兽造成不同特效的伤害，给予玩家真实刺激的游戏体验。游戏结束将显示玩家游戏成绩，让玩家与朋友合作闯关获得乐趣的同时了解自己，提升枪技。达到一定分数还可获得100毫米的大扭蛋礼品，获得感满满。65寸大液晶屏显示游戏体验好，怪兽大冒险外观酷炫耀眼吸睛，游戏画面精彩，玩家试玩率、复玩率高，快来体验一下吧。